在特务那边这么长时间，我连他们的行动时间、行动地点、最高指挥者都没弄清楚。可能是因为我笨，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我明知道，但是故意隐瞒不说呢。百川，你是不是坐牢时间坐长了，胡思乱想呢？是你们让我这么想的。现在出事了，电厂发生了爆炸，咱们这儿死人了，所有的这些都跟我有直接关系啊。事情完结了，你们既不让我出去，也不恢复我的本来面目，这是明摆着要慢慢的审查我呀。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不是这样。可我爸爸是叛徒，我是叛徒的儿子，每个像我这种地位的人都会这么想。百川，你冷静点好不好？坐下。我们不是不相信，我们只是在等局里的最后决定。现在我们打算把你调换到关押王维香监视的隔壁，利用放风的时间，你跟他好好接触接触，趁机了解敌人的情况，最好是了解黑蝙蝠的情况。甄队长，这些日子我一直被关在这儿，我心里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有一个决定，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好随时重新钻进敌人的肚子里去。这才是好样的，这才是刘丹青同志的好儿子。甄队长，我正想有个请求。你说。在我执行任务前，让我再见我母亲最后一面。可以，但是百川，这可不是最后。我希望等你胜利归来的时候，还要去看看你妈妈，并且献上你的功勋章，可以吗？可以。老驾，你们这里还能换米吗？你是来买米的吗？啊，不是，我是来换米的。我这有条鱼，上次啊，我就是在咱们这儿换的。亚哥，要不要就照上次的办法再给他换一次？行了，没换过。上次我来换的时候，也不是他经手的，不能换也没事儿，我到别处看看啊。打扫了。休息了，妈，我可能马上就要去从事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会像詹队长和舒萌姐说的那样，战胜自卑，超越从前的自我，放心吧。等任务完成后，我一定会实现小时候的承诺，做一名人民的工程师，把我们的新国家建设好。
应该走了。谢谢你，恕我无礼。梁先生，关键时刻你能弃暗投明，为了保护电厂立了大功，我们感谢你。惭愧，真是很惭愧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国人，都应该这样做。你们放心，我一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好，刚才马局长也说了，只要你真心服务人民，我们除了真诚的表示欢迎之外，会给你提供一个专业岗位，让你更好的发光发热。谢谢首长，谢谢首长。别客气，梁先生，我跟马局长还有一个会议，那我们就先走了。啊，那你们忙，你们忙。下午的会啊，你还是先发言，最后我们再碰一下。会上你就多说几句啊。好。哎，啊，余哥的情况怎么样？表现得非常好。行，那我就放心了。哎，少白，人选确定了没有？等着通知嘛。啊，余哥。哎呀，哎，刚才领导的话你都听见了。其实我们上午就研究决定了，安排你到发电厂工作，担任总工程师。共产党简直是太宽宏大量了。我一个戴罪之身还能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死而后已。被关进重刑犯的单间囚室里，唐百川给王维香的解释是因为想掩护季瑞平。哎，你听说了吗？临江旅店的老板听说被公安给抓了。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这季老板居然会是个特务。嗨，谁说得清楚？平时我看季老板人挺好的。
见谁都是个笑脸，真没想到啊。谁说不是啊，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说是吧？老板，来碗茶。医院里面真的没有多余的房间了，就连我们住的宿舍也腾出了几间来做病房，为的就是接收曾抗美援朝前线转来的内地伤员。实在不行，我就回学校去住。哎，小秋，前些天你好像说你被学校除名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石孙杰通知我的，说如果我再不回去，学校就要对我除名，大概现在还没有吧。哎呀，那是得赶紧回去，读书重要，要不然你就住学校吧。哎，姐，我现在脑子很乱，说实话，我还真不想回学校去。面来喽，两位神仙姐姐，吃点东西吧。哎呀，我说你们，天大的事，饭总是要吃的吧？饿坏了自己的身子，谁赔呀？刘老师，谢谢你啊。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昨天晚上陪了我们一夜，今天还得上班呢。啊，我没事儿，报社那些小稿子，我去不去都可以。可你不是说新闻采访最重要的是第一手材料吗？没错，肯定是要第一手材料的。那好吧，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回头总编那边我帮你请假。哦，请假不用了，我歇一会儿也回报社去。是吗？太好了，啊，那待会儿咱们报社见。哎，好，再见。您喝水。哎，你看，又出来一个。司令的意思是说呀，如果几位愿意上山，随时上去就是了。如果不愿意啊，我现在就听几位的调遣。如果有什么需要，一句话，我来准备。来，坐坐坐。你这叫什么话？分明就是不欢迎我们上山嘛！要是几位上山，司令一定欢迎。只不过，哎呀呀，别讲好听的说。说穿了，你们司令是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吧？哦，那倒不是，只要你们几个想上山，有我彭奎做保，我保证一定让你们几个有好日子过。啊，老弟，过来一下，我跟你有要事相商。哎，好的。
印钞票的油墨。林副部长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印刷任何东西都需要油墨，而印刷钞票必须得使用特殊。那桶东西，你做了多少假证件？还没开工呢，不就解放了吗？后来那帮人他找上了我，我帮他们呢做了许多对不起政府的事。我真是该死，我财迷呀、啊。不过我真的不是特务呀、啊，真不是啊。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现在没有了你这种油墨，他们还能印出钞票吗？有没有可替代品，或者说还有谁能调制？假，对，你帮我跟总编说一声，我下午从公安局回来以后有时间的话我再过去一趟。去公安局？你是不是要去看你妈妈？不一定，我还有别的事儿呢。那我陪你去。哎，不用，真不用。哎，你等着啊，咱们公安局门口见。哎，小龙，我现在有点急事要出去一下，待会儿总编问起来的话帮我圆个场。嗯，好，哎，谢谢你啊。哎，早点回来啊。哎，好。队长啊，队长啊，都来了，坐吧。今天我们抓紧时间开个小会，主要是把前段时间的工作做一个总结。明磊，你先谈吧，关于查假钞的情况。哦，经过我们的审讯，铁拐李。等一下，说本名。哦。李永山已经把他们这次印制的假钞特征交代清楚，我已经把材料报给了市局，市局又汇总了其他一些材料上报给了市政府，市政府研究决定责成人民银行保卫部门出具专门资料发放给全市金融部门和各大商号，以便没收和辨别这批假钞。可那些小商小贩，普通的老百姓也得考虑啊。可不可以将假钞的情况登在全市的各种报纸上，让全体市民都有可能对照防范，尽量让广大市民减少损失。这个办法好。这样吧，刘健，你马上去联系报社，
拟一份通告，争取让他们明天一早登出来。是，你现在就去。老赵，嗯，谈谈梁国瑞的保卫措施。啊，当地派出所对梁国瑞的新家实行了24小时的安全保卫，虽然抽不出更多的保卫人员，但是在街道上的治安积极分子中做了动员，有6名治安积极分子参与了巡逻值班。好，舒某啊，老赵这边安排梁国瑞的防卫措施，电厂那边的调查就你一个人了，说说有什么进展吧。我这次重点调查了那天进驻前后的事儿，时间精确到每一分钟。我以厂部大楼为中心，辐射到与之相通的所有附属建筑。对，我们是8点开进电厂的，但在7点半的时候就给电厂领导打过电话。老赵，听小李把话说完。好的。我们大部队一到那儿，詹队长就在办公大楼建立了临时指挥部，而部队的一个排也对大楼进行了封锁，禁止任何人出入。在此之前呢，电厂的行政人员都已经下班，除了张厂长和调度室的5个人以外，当然了，这几个人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以内，剩下的就只有被害人小徐。那就重点分析一下，小徐是怎么被杀的。小徐这一段时间吃和住都是在广播室，因为啊，他们厂正在进行1个月的发起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的活动。小徐的广播室也是一样，以前是6点半开始广播，现在5点半就得开始了，所以啊，他一直住在广播室。我们给张厂长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让他们提前通知撤出办公大楼里的所有干部职工吗？可是小徐的工作特殊，所以就没有撤出大楼。可是张厂长跟他说了，只能待在广播室，没有命令，不能出来。那后来呢？我这次去，又发现了与小徐被害有直接关系的新情况。那快说说。办公大楼的后面，紧挨的就是干部小食堂。你说的这个干部小食堂，我后来去看过，可它跟办公大楼不相连啊。不，相连。他们之间有一个小门，但是平时不用，是解放前给主管们用的。解放之后啊，实行干群平等，所以就把这个门给锁上了。现在干部们去吃饭都从正门绕到食堂上去。我明白了，那天就是因为这道门锁着，很久不用了，我们忘了在那派岗了。对，厂保卫科的同志们疏忽了，没有汇报这个事儿。而老赵呢，去检查补岗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儿还有一个门。那天晚上快12点钟左右，张厂长怕大家饿了，就要给我们公安战士做宵夜。其实当时啊，食堂是有一个师傅的，是因为喝醉酒回不了家才在那儿住的，可是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所以张厂长就去了广播室找小徐帮忙。我也重点调查了那个食堂的师傅，是个山东大汉，1米9几的大个，200多斤，4.7的大脚，不可能穿那么一双女人的鞋。小李啊，你这么一说，我脑子里差不多已经有了个概念，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广播室和小徐在3楼，那天就在张厂长叫小徐帮着做宵夜的同时，这个凶手打开了办公室后面的这道小门，偷偷的溜到了广播室的门边上隐藏起来。等张厂长走了以后，小徐刚准备出门，这个凶手拿着枪把小徐逼回了广播室，并且让他打开广播喊话。这之后他就用装有消音器的勃朗宁手枪杀死了小徐，并制造小徐自杀的假象。然后他顺着原来的道路，通过这道小门，顺利地逃出厂部大楼。都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检查到那个小门。这不能完全怪你，那天是我直接指挥，我也疏忽了这道小门。可是我会向局里请示，申请处分。我都给你解释了，我们是有规定的。你给我说个理由。没理由。
哎，小秋，算了，走吧。偏不走，我跟你们俩说不清楚，我要见你们大领导。见我们领导也是这么一回事儿，你要是还有什么话，就跟我们说；要没有，请你们离开。今天见不着你们领导，我就不离开。报告，进来。报告队长，外面有一个在押特务的家属，非要来见领导不可。他叫什么？他说他叫顾小秋。顾小秋。两位同志，麻烦你们帮帮忙，就叫你们领导出来见一下，行吗？我们领导是你们说请就请的，我们领导一天有多忙，你们知道吗？哎，你这个同志这么讲话可就不对了。咱们现在可是新政府了，新政府和旧政府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你们知道吗？就在于新政府绝不会将反映情况的群众拒之门外。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临江日报的记者。原来是刘记者啊，你要是来采访的，就请你和我们管宣传的干事联系。我今天可不是来采访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你和这位小姐又是什么关系？我和她有什么关系？跟她要见你们领导有关吗？你怎么回事？我就是这里的领导，找我有事吗？你就是领导，好，我就找你，我要跟你说说唐百川同学的事儿。我觉得你们是在冤枉一个好人。这里不是讨论的地方，有什么话你进来跟我说吧。哼，哎，你干什么？你不能进，我们领导只请了这位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吧。这来，坐吧。坐呀。喝水。谢谢。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我的这件事情只能跟你们最大的领导说，不然就白反应了。我就是最大的领导啊，说吧。你就是。怎么，你看我不像大领导对吧？好，我就跟你说。
慢点，慢点，没事。我看你啊，细皮嫩肉的，你不是干这个的料。哎呀，不干这个，吃啥呀？饿死呀！你说你老家是贵州的，你回老家种庄稼比这个强。不瞒你说呀，老兄，我在家乡啊叫四叔，得罪了当地大户人家的老爷，我这回去啊，连性命都不保。那你这腿是他们打的吗？啊，是。挣点钱不容易啊！是，这老板他就是抠啊！老庄，他这是。哎呀，彭老弟，电台搞来了。哎，搞来了。哎，这玩意儿啊，我们山寨上有的是，起码有五六台呢。可惜呀、啊，这弟兄们谁都玩不转。哎，你们山上就没有自己的报务人员？有啊，以前有两个。哎，这下山投了空军了。那你们山上不成了聋子瞎子？还打什么仗？搞什么行动啊？你们也太看不起人了，这不夸张的说，这方圆百里十乡八镇哪儿都有我们的道友，我们的消息可灵了。哎呀，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两兄弟的情况不能孤立来看。共产党的攻心战术是很可怕的，你们要加紧巩固好自己的队伍。妈的，晚了一步。老张，注意嘴里，小李在这儿呢。啊啊，是，怎么回事？南川公安局的同志打来电话，说黄角树采石场的矿主报告他们说，发现杨永明的落脚点，他们连夜派了四个同志赶过去，可是人已经不见了，跑了，跑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是新中国的天下了，他跑不了多远，但愿早一天抓到他。行了，你们去忙吧。是。这样吧，你给我找一两个呀，读过书的人，我负责来培训他们。你们要是不抓紧学会摆弄这玩意儿，不仅山上的兄弟会吃亏，就连我们从台湾空投过来的物资，你们也得不到啊。那倒是好啊。嗯，我们师爷也说过这种话。什么？你们师爷也说过这话？哼，那算的还有见识。按他的说法，我们正经应该叫他参谋长，师爷只是我们弟兄私下的说法。谁要是当着他面叫师爷，那至少得挨一顿皮鞭。他说那叫啊，流寇语言，拿不上台面。你们的师爷可够厉害的，这不是比你们司令还牛吗？是啊，人家跟你们一样
来的时候穿的国军的制服。是长官，我回忆了很久，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向政府汇报。现在想起来也不迟，有什么就说吧。这件事情不是我不想讲的，只是最初这事儿我一直是拿不准，我思前想后，最后还是决定向政府坦白。如果这件事情对你们有用，也算是我争取立功的表现吧。季瑞平，你的这种认罪态度我们十分欢迎。在你们掌握的材料中有没有一个叫王昌的？王昌，你接着说。这个王昌以前是保卫局山城站的，因为破获你们地下党主攻，在山城解放时刚刚被提拔为长官公署二处的副处长。我的推断是他已经潜伏在山城。朝霞是你关切的目光，我无悔选择，选择坚强，笑颜满满犹如那江水，如江水茫茫，照样穿破层层的迷雾，启明我心中的向往。他真诚孤身亡，忍辱负重不及回望，俊美的船桨啊，嘱托我
欢。可是爱的叮咛，深切的呼唤，似水年华悠悠般的涛声，也在我的心中阵阵的回荡。